现在我们的补济堂执年正炉主，我们的简宏宇董事长哦，带着大龙的龙头进到会场了，我们掌声鼓励。有人说为什么他没有乱浪起来哦，没有办法浪。来，想要人的，你做一个，我看这几个，36个，35个哈，连同出36个，再36个人下去，朗给我看，想看。我跟你讲，跟咱行嘞吼，扛行你就艰苦，我袂骗你吼。哎，我你行看卖吼，辛苦辛苦。来，拍开开的，来，咱来跟这里玩两边拍开开的来。所以他结果就走，你知道吗？准备拍空吼，准备拍空。来，我们请简宏宇董，请简宏宇董事长，我们到龙生的正中间哈。各位好朋友们，借用大家的双手，给我们简宏宇董事长一个掌声鼓励。降龙献瑞，独占鳌头，祝福我们大溪补济堂执年正炉主简宏宇董事长。以及我们俊宇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掌声鼓励。也谢谢来自我们桃园玄盛馆我们的馆长邓福祥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大总理杨灿林杨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总干事吴文峰吴总干事，谢谢你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我们的聚龙阵，为我们正炉主坛战天光彩，也恭祝我们桃园玄盛馆战境内炸仁安社创社100周年庆绕境活动圆满成功。好，来良心行，良心行吼。辛苦各位工作人员了吼，辛苦各位工作人员了，感谢感谢。好，来我们巨龙准备走 S 型哦，走 S 型哦。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我们桃园玄盛馆巨龙这一个掌声鼓励？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，这都是过去在我们大溪大拜拜拿鬼里时看不到的阵头，真的看不到。
那么今天后适逢我们大溪仁安社建设100周年庆，那由我们桃园玄圣馆所侵占的我们的聚龙镇，带来非常精湛的演出哈。来，那赶快两边拍开，两边拍开，不要挡在中间。